哦，我又跑来乌石港哦，啊，我是从后面海岸线过来的，哎，啊，从这边哦，哦，这边大部分都是正港的，嘿，渔民啊，拢是这，这拢专门咧抓鱼的，爱抓咧吼，伫遐靠岸，哦，伫遐，哦，哦，人咧看头前个一桶一桶，迄就是鱼啊抓来咧落花，嘿，这规抓拢是的。哎，那车拢会停在遮，要载鱼啊，哈，一个餐厅的啊来吼，喊我来遮补货。好，啊边啊再个两只，哦，渔船啊，哦，敢那一个装饰的，敢那一个风景，哦，啊嘛真水。这你若来乌石港吼，我来几啊届，我嘛唔知有遮遮大啦。哦，这拄好伫海岸线后壁遮，哎，遮尔啊大，遮全部拢是渔民啊，哦，拢是迄落掠鱼的、讨海人的，非常的大，哦。若要看这只海豚哦，都拄好伫咧遐哦，边啊乌石港哦，迄全部是讨海渔船啊。啊边啊，搁一个公园啊，啊小山坡在散步哦。头前遐哦，看到一窟哦，有够水的，敢那乌嘞。
到我那这栋大楼的，吼、哦，你爱认这栋大楼就好。吼、哦，哦，今麦就看到啊。哦，这样呢，一股敢那森林呢。哦，啊来这搭也使食海产，吼、哦，啊看渔船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你也看，哦，整个都是丛林啊，哦，真正来这真正是敢那世外桃源嘞，哇、哦，无同款，哦，这棵就水吧，啊，这都是外澳哦，我那算头城，我做啊那一只船尔呢。